爱搞记6月26日消息，前不久工信部曝光了一款超大屏小米新机，当时有消息称这是小米 MAX 3，现在网络上又出现了一张小米 MAX 3 Pro 的宣传页面，一起来看下。图片显示，小米 MAX 3 Pro 搭载高通骁龙710处理器，内置双功放扬声器，支持立体声，后置双摄像头的感光元件是 IMX363， 与小米8和小米 Mix 2S 同款。其他方面与工信部曝光的小米 MAX 3一样。笔者认为这个图片的真实性不高，因为按照惯例，图中 MAX 和3中间应该空一格，这张图却没有。另外，一般被命名为 Pro 的手机屏幕都比普通版大，但是图